高哥近日在脸书疯狂更新动态，分别写道：“我就是爱我老婆，我老婆爱这个人够厉害了吧？我变坏了。”随即他又删除相关动态，并发表一些前言不搭后语的言论，精神状态堪忧。还有网友发现曹格吴素玲 ins 已互相取关，之前两人也在冷战中。曹格曾透露自己有狂躁症，在马来西亚采访中也说自己被诊断为精神失调。